下午三点钟，献完祭的时刻，让我们再次为着台湾冠状肺炎的疫情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献上我们的晚祭。今天确诊的案例，是47例，比昨天又明显的下降了将近10例。但是遗憾的，死亡的案例，又上升了一些，有13例。不过整体呢，的确是在趋向于缓和。在47例的确诊的人数的当中呢，有38例是在双北，所以双北还是严重的热区。美国所赠送的25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呢，今天下午就可以开始施打，希望能够在这几天就更多的人能够施打疫苗。现在累计施打疫苗的人已经达到2,677位，整个人口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8.35%。确诊的人当中，康复率已经出院的，已经到75%，希望整个疫情能够越来越趋向于缓和。到了7月12号之后，能够解封吗？行政院的发言人说，目前还没有规划，但是指挥官说，各样解封的办法正在研议的当中，我们希望能够逐渐的走向解封，但是关键呢还是在于防疫的措施，疫苗的施打以及确实的治疗。很遗憾的是，昨天晚上，彰化的百香果商旅那一栋大楼失火，而商旅是在7楼、8楼、9楼，有4位罹难，有20个人受伤。在罹难的人当中呢，有一位乘船到他们夫妇。刚从泰国参加有关社区宣教的研习会回来，住在这一栋防疫旅馆。有另外有一位谣传道，是从柬埔寨回来，他们三位住在这个旅馆。不幸的是，这一位乘船道罹难了，我们心里真是觉得不舍。让我们能够为他、为他的教会和他的家族来祷告。今天让我们再来宣告圣经信实可靠的话，上帝的话说：“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。”使恶兽从境内断绝，他们必安居在旷野，躺卧在林中。让我们来祷告吧。上帝啊，愿你信实可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也成为我们的盼望。主啊，你说你要以你的百姓立约，立平安的约。主啊，你要使那些野兽从境内断绝，你要让他们安居在旷野，躺卧在林中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乘船到罹难，我们心里不舍，但是为他的家族，为他所牧养的教会来祷告。主啊，愿你的平安，愿你的安慰，愿你永恒的盼望能够临到他的家族，临到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身上。主，我也为着台湾再来向你祷告，让你跟台湾的百姓来立平安的约，让我们境内没有恶兽，让我们能够安居在旷野，能够躺卧在林中。主啊，求你自己帮助，求你自己伸手介入，让台湾这些疫情能够快快的能够停息下来，让我们享受你所赐的平安。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